原来的档案长这样子，一乘一等于一，一乘二等于二，以此类推。那里面当然有几种方法啦，这个我想是，几个比较基本的做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用公式来做，那公式的话，基本上如果你要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，好，那这个重点就是说，你可以怎么样用公式的话，就等于什么？等于前面的这个值哈 ，and， 那 and 里面假设我今天中间要加一个串接一个乘号，那你就用一个 x 来代替，好，那 and 什么呢？后面再放一个，前面应该是被乘数吧，后面应该是乘数，好，然后呢 ，and， 好，再串接一个等号，等于什么呢 ？and 两个相乘的最后结果，那两个相乘哈，也许我可以把 b 2乘 a 2这个值哈，把它改一下，也许把中间那个串接符号改成乘就好了，就是他们两个相乘的结果 ，OK， 按打勾。再把它稍微自重一下好了。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哈，向下、向右，就是公式只要做一次，但是底下主要是向下、向右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前面有类似，好像比较少了。不过重点就是说栏列的锁定，因为我今天哈，如果我今天假如说这个空点向下的话，只要是列的部分。它通通都会帮你增加，这个是 Excel 的规则，叫做自动增号。向下是列增加，向右是栏增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向下的话，那再来这个往下的这个哈，哎 ，A 栏的这个位置向下没问题，可是 B 栏的 B1 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哦，哎 ，B1 能不能增加？不行啊，因为你向下变它抓到的位置不对了。OK。那我们会希望把什么呢？把 B1 给锁住，所以哈、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锁的话，基本上就是锁什么？锁这个。但是记得哦，你 B 不能锁，因为如果你 B 锁起来的话，那将来哈、哦，你向右啊，它应该 B 会变成 C 嘛，因为抓到这个。那所以怎么办？你记得哈、哦，不能够 F4 两个都锁，只能够锁单边锁列。OK， 那这个也是一样，锁一个列，对不对？好，打勾一下。那当然你向下应该没问题了 ，OK， 一到九，如果你没锁的话哈，哎那就不行哈。那向右当然你现在应该是不行了，因为向右哈，主要是怎么样？你向右的时候呢，那本来的 B 栏会变成 C 栏，那当然原来的 B 变 C 这 OK， 因为我参考到的应该就是 C1 D1 这个没有问题。可是问题哈。你的 A 栏不能跑掉，所以你 A 栏的地方哦，记得怎么样，把它锁起来，把这个要把它锁起来，就是锁 A 栏 ，OK。那锁完之后的话呢，当然你把它打勾，再做一次向下，应该也没问题，因为锁 A 栏不影响嘛，它基本上还在 A 栏 ，OK。那向右的话呢，基本上哦，那就没有问题 ，OK。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哦，这个九九乘法表啊。如果你希望只做一次就做完的话，那当然、哦、你要知道栏列该锁什么不该锁什么。OK， 那这个观念为什么要先做就是什么？主要是、哦、后面如果你有一个大型的试算表，那当然你一定会只希望说你做一次公式就好了吧，你不会想说哦，那我下一栏我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再向下拉，一定是希望只做一次，那就向下向右一次就做完。如果你希望能够这样的话，那你一定要了解哈栏列的锁啊，里面栏列锁定不外乎就是这样。不过将来你也可以把它背个公，就是有点像套公式哈，得到一个结论是，一列 A 栏有没有发现，他们刚好是在那个就有点是标题栏，标题列跟标题栏，那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哦，有没有？只要将来了哈，这个好像有个共通性啊。所以如果你不太希望用不太能理解的话，你也许先套个公式吧，以后如果说有个大型试算表，你希望能够直接就向下向右一次完成的话，或许你可以用这种方法。那这个是第一个，就是说我们如果用公式的话该怎么做。 OK，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，就是假如说你用函数，那如果说我今天我们这边有个函数部分的话，当然
你可以配合有两个，这个上个礼拜讲过了，有一个所谓的那个检视与参照。那检视与参照上个礼拜有用到哈，如果你要抓到你现在哪一列，或者是哪一栏，哪一栏的话是 C， 是这个 ，OK。那如果说，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？假如我要做出类似的啦哈，但是不需要有那个1到9，直接干脆就是帮我怎么样得到的结果哈，就类似像，各位可以看到，有点像类似像我们这个 Ctrl C。好，然后直接就放在这个格子里面啊，上面没有1到9，我直接怎么样？直接贴上那个，就是直接类似像这样的哈、我是一个表格啊，里面就是一乘一等于一直到9×9=81。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用函数，函数是就那个 color 跟 row 的函数 ，OK， 那怎么做？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，也许先试着用公式的方式了哈、那这个答案在云端上都有。所以关键在锁该锁的，该锁的列，该锁的栏，答案就出来。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哈。那这个观念其实哈，将来用到的机会，我觉得还蛮多，尤其是大型试算表，你只要希望做一次公式，后面都不要做的话，那你就一定要很清楚哪一些啊，哪一个列，还有哪一个栏。你就把它锁起来，那后面自然答案就做出来，这个观念其实还蛮重要的。